你们小心不要被他看到。我就在他后面，所以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我刚好我在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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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盖。准备了吗？准备了吗？在盖了，在盖了，在盖了。有他跑准过来，他跑准过来，快点！哦，你们没有没有，他没有看到你们，他没有看到你们。他如果对里面没有指挥，哎，是不是阿福死了？是不是有步兵？步兵，步兵在附近。哎，好了，有没有填装？纳克特求填装。OK OK， 预备。好了，跟我讲。OK， on the way。哦，哇，哟，哇，对了帅吗？耶，一发入门，一发就炸了。哟，哎，有步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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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在前进吗？三百。OK， 纳克特帮我一起转，往左。OK。我敢说，他跑到310，两三个哦。那个 Tommy 就在你正前方。刚才打我。哦，看到了，停，那个停，填装了吗？填装，填装。OK， 填装。是他吗？那个人应该要被炸碎了吧？我不知道。哦，那个他没有被，他没有被，他没被炸到。哦，这个绝对有炸到了吧？他断成两截。我刚刚画面是看到，哇，好多。对，那边应该。我刚刚的画面很好玩。On the way， 画面是看到看到那个什么，我们家才炮弹卡、啊，我要轰那个碉堡，那碉堡里面都是人。那王炮有 HE 吗？没有，只有穿甲，所以不知道对步兵伤害到底怎么样。好像炸不死哎、欸。会，只是没有。哦，小心找车，小心找车，可能要直接炸到。对，他断成两截。这为什么？我直接轰了他一炮。我看到了，对面炸飞了。记不记得 Maple 你昨天轰我那一炮？对不起。哎，那个左边哎，这个战手，那个碉堡好像有人哦。对，碉堡都是人，我在轰，但是好像效果不怎么样。后面那个碉堡。哎，有人送那个狙击手，狙击手，狙击手。你们那边小心，有狙击手。有人一光填装，填装，填装，填装。OK OK， 填装中，等一下。你们那边小心，有狙击手。哇哦！你们这还有多少啊？资源447，还够你轰。我说那个旁边的那个，他不是吃旁边的吗？你吃旁边那个的话，你放一个是100、啊。他这个不完全轰、欸。打这里，打这里，打这里。对，可是我轰不太到，其实他不直接打到人，他不会有伤害，他没有范围性伤害。那个应该会有压，应该还是有压制的效果。啊，压制的效果应该还是有的。哦，有了有了，炸到！哦，这个瞄稍微高一点呢、欸，其实好像有人在打我们。后下坠，而且蛮严重的。哦、oh, ，no， 纳克特死了。那个我标的那个攻击点上面有一个狙击手，你为什么要直接死、啊？我知道我在尝试打他，但是不太好打。我们有医疗兵啊，不要直接死，不要直接死掉。你为什么离我而去？你哎、欸，你要不要盖个哨站？哇，小心被爆头。我们这里被压制了。哇，被点掉了。是我们希望的诺曼底了。小 Z 如你所愿。轰、哦、真的好多人，但是我轰不到。这个炮如果有高爆就好了。啊，没有啊，你可以直接去后面用那个高射炮啊。是啦，是啦。不过那个要跟指挥官配合，那个玩过了，我已经想说要玩玩看反坦。没有，我去当你的观察手啊，你可以认真的开炮。想当初某个人因为我的观察，然后一炮发响。我还是需要填装手，求填装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那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，但是一炮八响，真好玩。嗯，我也很羡慕。他们碉堡那里都是，可是真的轰不到。我一直被压制啊！有装好了。指挥官可以跟我说一下，我们这个位炮到那个好了，炮到那个碉堡的距离吗？哦、我被点死了 ，F 救我一下。他们到底是怎么点到你的？不知道，因为其实装填手在旁边是没什么好防护的。对，嗯，其实装填手就只是让开炮速度快一点而已啊。走，我可以救12个人吗？哇，对，你可以救12个人。我等你被救起来好了。这门要是稍微有一点高爆的话，这边的人全死光了。装好了，装好了，我看到了。你那个直接往那个 H Hell 5里面塞啊！我跟你标点。宋云是自己人，这里的时候我也会被压制。288M 啊，自己人的话也会被压制啊，正常。
288M， 你那边有看到？有，是 naked 的吗？是刀的那个，还是箭头的那个？箭头那个，刀的是刚刚我还没有收掉。你要跟我说一下，我瞄太，我打太低还是太高？看起来好像太低了，看不太到。我这边看不太到，因为我那个是大概标的。我要等一下去找个制高点来看。我是看到人头，但是我知道我轰不到，太低。对面有炮过来，轰到树丛。哦，我被打到左边，我要先离开一下，我要补一下血。左边人在打我们，你也趴下吧。我对面有那种炮打过来。小心！看起来是那个对面。哇，我觉得这个位置不行了。这个位置不行了，这个位置不行了，这位置不行。可以先把炮给拆了。没来得及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去换一个地方装吧。OK。嗯，有人在轰他，应该再插一炮就死了。希望你的那个可以给你一点掩护。那现在开火是你在开吗？还没有，我们现在才准备要开火而已。先标点吧。F， 你的左边小心，你的左边会有小山猫。我看到了。咋？那个人好惨啊！他在移动哦，两个在移动哦。还是你标的那个位置吗？是。OK。他在树丛后面。对，他在树丛后面，因为刚刚有一个傻逼跑到他面前去，结果他退了。麦克特，帮忙转一下右边。对，正在转。等下停，我好像看到点坦克。OK， 应该也在那个树丛后。我不确定那是活的还是死的。哦，那是活的。OK，OK，OK、okay, okay, okay。有一台，有台小三。我不知道距离怎么样，先轰一炮。On the way。哦，炸了。有。OK。那我用啊。除了那一台还有呢？就是他标的那个点后面有一台。哦，被树挡住了，被树挡住了。对，他被树挡住。他看起来像是活的。哦，对，是活的。看不到他。你们左边，左边两个人。我是说你们那边是吧？吓到我。小娟，你太应该刚好在那个缺口，你可以打一下。我试试看。主要我们这边还有一棵树，我刚看到他了。救得到你们左边那个。啊，他炸了是不是？哦，还没有。没有，他现在冒烟。哦，我被打。那个，哦，哇，我被打死了。那个队，你先躲一下。队长，你能不能往对面山上标个点？我就看一下到底距离是多少。好哦。有需要有人标坦克车。填了吗 ？OK。哦，我靠，坦克了。填了。直接开了。加一炮。哦。没中。好像没有中。哎，有中。有中，中一炮啊，他没爆。哦，他炸了。这一次，这回是真棒。炮兵阵眼睛好了，有这个太、啊、这个太屌了，300公尺 ，OK， 谢谢，有这太嚣张了，谢谢，炮兵阵地，那这样子我和奈克特就是炮兵阵地了，你们要是需要的时候呼叫一下就可以了，小追小心哦，50那边有敌人哦，有我就在我在50在偏下面哦，是啊，对他们从那边一直在他们从那边一直在上来。丢个雷送你哦！有吗？那个炮弹有东西吗？我也丢个雷。刚死掉。哦。你扔到我、啊，小崔。没有，不要紧张。哦，炸出来了。更上面还有。哦。炸出死了。哦，死一个。死了，死两只了。上面还有。这边一直有。对方一直有闪那个步兵摸进来啊。喂。对啊。你们小心哦！八十那边有人打、听起来有坦克，好像是爆式通过、啊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们两个都是反坦的，给他好看。哦，好，打他的龟头，不是打他的头。哦，是台山猫而已，是台山猫而已。山猫好像更可怕。中一发，你也给他一发。哇、他居然没死，不过他冒烟了，他冒烟了。的那个 item 刺刀点，你那边。耶、Nice。合作无间，三八哦，哇！合作无间，谢。打的地方问题啊？对啊，应该打的地方的问题。哎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如果有时候他摆了甜蜜角的话，就不好。前面有台暴士，你们可以试，把他弄爆。先打那个山猫啊，暴士不一定打得死，但是山猫一定打得死。是啊，两台暴士啊，旁边又来了。
透灵。山猫死了，山猫死了。龙力沃，后面后面来。你想放啊？我第一次点还没下。对对对。山猫死了，可是那个暴士不知道该怎么打，因为他打不死啊，暴士是神。又来一台。那个点要等等，那个箱子还在半空。你可能要等一下铁箱卡。等箱子降到地板上。这被压制到，这真的被压制成狗了。我听到整个重生点一起爆开的声音，大家一起。哎，快闪！快闪开！闪开！你说那？